现在是凌晨6:20，我现在走着去巴士车站，要离开Anuradhapura，要乘搭巴士到Trichinopoly 的一个海港市镇。现在正往着巴士车站走去。因为我是抄小路走去巴士车站，所以要经过这个火车轨道。现在已经来到巴士车站等候巴士，因为还早，巴士车站没什么人。我等的巴士已经到来了，看来这个巴士好像是满天神佛。大概3个小时后就到了 Trichinopoly， 然后就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，吃鱼。离开巴士车站不远，我找到了一间老房子住下来，后面就是美丽的海滩，哇，不错，阵阵的风吹来，多么凉爽。见到这家住宿的主人呢，用大红花来恭献他的神耶稣和印度神放在一起。这个海边很不错，收拾得蛮干净的，还有人游泳。好多松树，有几尊佛和菩提树坐镇，保护着海边的安全，保住大家的平安。写着大米尔文和辛哈拉文，我看不懂。
个姨父喊了我一声，告诉我他捉了很多鱼，我过来看看。哇哦 ，so many。Many. 这两只狗狗很顽皮。我从这个角度拍摄，很不错，可以看到全景。发现到马路边竟然有这样多的这种花鹿，哦，原来对面有很多，我去看看。哦，有好多只花鹿。好可爱，这里也有一只，这只应该是公的，你看它的鹿角这么长，这么大只，啊，看起来不好惹。这里是喂食的地方，哇，好多只。Deer feeding program. Save Trincomalee deer. 这里有一只小小鹿。哦，它在看我。这一直瞪着我，哇，发出什么声音来？这一只好像怀孕了。这里有几户人家，除了晒衣服之外，还有晒咸鱼，啊，摆着很多咸鱼，是卖的。这很好吃，拿来煮家里的。这里还有一家，这里还有一座时钟楼，像是蛮古老的。出去走了一趟回来，买了一些面包，还有洗衣粉回来洗衣服，还有矿泉水。好了。